现在位于的位置就是吴起渔港，没错。一想到吴起渔港，就想到海鲜。一想到海鲜，我就想到鲍鱼。一想到鲍鱼，我不想聊天了。为什么？你一定会乱接。哎，你怎么这样想呢？你都满脑子在想些什么东西、啊？没有，我已经太了解你，我们认识太久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总之我们在这个吴起的观光鱼市，就是要吃好吃的啦。嗯，这边海鲜满满。听说这里很多就是他们现捞的海很新鲜的海鲜，没错，都在这边他们当季有什么就捞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哎，真的吗？没错。你今天要带我去，就是要去哪儿呢？去就是去这吃这种。没错，就是去带你去尝鲜啊，去尝鲜啊。没错，去吃鲍鱼啊，去，真的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啊，这个吴起渔港哦。最新的这个风貌就是希腊的风格，希望能带给呢我们观众呢全新的感受。我们这里算是呢这个中突体呢算是一个核心区，那么这个渔后直销中心呢第一个进去就是销售区，那里面呢有一些海产的小吃，还有一些干货呢啊，那么再进去第二个地方就是一个全新的餐厅，它是一个海景餐厅，全部都是玻璃帷幕的啊。那么玻璃帷幕当初借景呢，就是啊风景及吴起渔港里面的风景啊。如果你有到里面去消费的话，可以看到里面全部的一船进出的那个风貌。好的，要是来吴起渔港，什么海鲜都想吃，但是没有那么多个味，这个海鲜包就是你的好选择啦。板娘你好。没错，因为俗话说得好，大伯你好。你好，小朋友才做选择，我什么都要。对，什么都要。什么都要吃，就是吃这个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老板娘，我们的海鲜包里面有几种料呢？海鲜总共有四种，有虾仁、花枝、蚵啊，还有干贝。哇塞，真的是太棒、太满足了，都不用选。对啊，这个这一次包进去，然后我们要再炸吗？对，全部都包在里面，配菜是这。哇，那这个菜有几种啊？高丽菜、韭菜，还有冬粉。高丽菜、韭菜、冬粉，所以这个海鲜包里面有七种料。是，哇，这个感觉吃一个就饱了呢，超饱了，一个搞不好可以饱两餐呢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吧，老板娘先示范给我们看。好，这么多吗？对，就这样，这么多、啊。哇，你真的是旁边给很大方哎，要让你们吃得饱，划算。哇塞，你这样子有赚钱吗？便宜又好吃，真的哦。大片的水饺的概念，就这样。哇塞，就这样吗？对，感觉很简单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包一定不是这样。我们来看，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再加会下厨。三个，加三个，三个，这也三个。对，我花枝一只。你现在没办法分心，对不对？我对，没办法，花枝一只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要你要三个。台风天的时候就会下厨。哦，泡泡面而已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会加个蛋。哦，泡面加蛋，加一点葱 ，OK 啦。为下厨，我们就来看看你现在这个下厨的手法怎么样。这个是不一样的。老板娘，这要多少？还是随便它？可以。会不会太少？太多。可以再多一点就好。可以再多一点。哇，然后沾一点点水。沾一点点水。沾一半。对。有，我刚刚看到。哎呦。跟包水饺一样。感觉有那个态势哦。哇，这个包不简单呢，会炸出来。啊，很被做起来很难，可是老板娘刚刚做起来很简单。对对对。Okay、哇，好了好了。哇塞！炸裂哦、喔欸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长得怎么样？还好哎。可以吃就好了，重点是料，重点是料。主要是漂亮的人包出来的啦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就看你包的多漂亮。My turn。好。这么厚的皮哎，我刚刚以为是薄的哎，就是像吃那个水饺，不是吃，不是。什么？吃那个鸭肉有没有？哦、oh, ，它不是会有一个面皮吗？对，我刚以为是这么薄的，以为是那个春卷薄的，是面店特制的。天哪！这个感觉咬下去很有嚼劲。三个，三虾，好不好？一花枝，三虾一花枝，三个，对，三个。哦，你很厉害。哦，你很聪明。我听过就背起来了。我刚抓的分量大概差不多这样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不要让它吐出来。哎，马上就掉出来。马上就掉出来。涂个半圈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啊，怎么样？
你看是不是它会掉出来？真的会，不容易吧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你要把它塞进去，塞进去。边压边塞边压。对对对，这明明就是。你要压扁哦，要压扁。哎，对，你要压紧，你要用你的关节去压它，把它压密。这感觉是一个空手道的技巧。太不紧了啦。不紧吗？我很用力哎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了哈。轻点，轻点，它会破。慢慢的，慢慢的。怎么感觉你很有经验？温柔一点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哪里漂亮了？耶。有粘好，你很温柔哎。这边你很贤惠。压皮的时候要那个。压皮。压皮怎么样？把它压住的时候要用力一点。要讲清楚，哎，压皮要有。折它，要是你觉得真的很不粘的话，你就把它折一折。哇，你很厉害呢。是，还行还行。丹丹。丹丹，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炸它喽。炸。炸它。哦，它炸得很脆，好香！它外面那个脆完之后，你一咬下去之后，里面那个面皮的 Q 的嚼劲就出来了。然后加上我现在，因为我刚刚有吃到料，哎，哦，这个韭菜给的很充足哎，让你吃得饱，嗯，很划算的，真的。这根本就是海鲜版的韭菜盒子，对，它的灵感是韭菜盒子，没错。对啊，因为它长得也很像韭菜盒子，所以要吃韭菜盒子。可是你又觉得，哎。里面没有肉没有料的话可以来吃这个。一般的韭菜盒子里面有时候会掺一些猪肉，那有一般人其实是不吃猪肉的，对，所以你可以来试试看这个，因为它全部都是海鲜，里面猪肉，对啊，完全，而且鲜味马上就冲出来，对，而且它那个海鲜会不羁不羁在里面。韭菜多大方啊，海鲜才看得到哦。你要看海鲜，我全部海鲜都在这边啊，一口咬下去所有的海鲜冲在你嘴巴里面，你还会不知道先要吃哪一个。对啊，在秋天过后，冬至前后一个月呢，就是这边最大的一个旺季，就是那个乌鱼季。从北部呢有宜兰的苏澳渔民，最南的有到高雄啦、东港或是东部花莲的也过来。哦，以前呢紫光的那个围网也都过来。除了我们那个乌鱼子哈，还有一种那个乌鱼标，就是最佳的那个美容养颜食品哈。女生吃了这个的皮肤都会好，啊，男生吃了呢这个精力百倍。那我们渔会现在还有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叫。乌鱼松无添加的哦，因为现在的人比较注重健康，所以那个保存期限比较短。如果那个乌鱼松打开要吃的话哈，我建议是赶快吃完哦，不要放得太久。去直销中心买海鲜过来代客料理之外呢，也可以直接来店里面吃，享用最新最当季的时令海鲜。是的，我们这边今天所提供的海鲜都是我们本港当季最新鲜的野生的海鲜。好，来呛一下名字来。来，这一道是我们的乌鱼米粉锅。哇塞，怕你哦。对，乌鱼面。再来嘞，这个厉害的。这是我们的招牌的白带鱼。白带鱼啊，香煎白带鱼啊，是香煎的哦，就小道香煎小道，是我也是香煎哎，我也是香煎，没事。那这个呢？这是野生的小武鱼，小武鱼哦，好的，那这个就是乌鱼子啦，然后生鱼片，然后这边呢？花枝，花收，花收，对，海瓜子。其实我们所有的菜色里面都是我们的招牌，因为我们自己有渔船，自己有渔船，是的，对。哇塞，所以我们做的叫做产销一条龙啊。哇，那最近都是流行这个啊，我们所呈现出来的都是我们当季野生最新鲜的，是啊，都是刚捕抓回来。没错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我们来，现在就马上享用它，一定要试试看哦。大快朵颐，你都呛出是最新鲜的，我们不试试看怎么可以？加上我们。帅气的厨师炒出来的，对，很帅气吗？很帅。我现在请他出来了，看我就知道了。帅气，帅气，帅气，可以。那我们先吃哪一个？我们先吃哪一个？你觉得这个好不好？先享用我们的乌鱼米粉。这个好酷哦，它长得很可爱哎。很可爱。你看，你看整块肉啊。对啊。哇。口感很好吧？嗯，好嫩哦。鲜嫩，对。然后又有它本身的鱼的新鲜的甜味。
它很扎实哎，而且很嫩，我以为在吃鸡肉哎。你真的口感真的非常扎实，感觉它就是在鱼中跳跃，海里面跳跃了。但是是真的吃得出来非常新鲜啊。乌鱼子怎么吃出新不新鲜啊，老板？我们的乌鱼子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啦，我们就是一直在提倡野生的，像这乌鱼子是我们自己的渔船去捕抓回来，我们自己腌制的。哦，对，然后野生的话，它其实每一块每一片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，跟我们人的皮肤一样，每一个人的皮肤都是不一样的颜色。哦，对，然后野生的话，它吃起来就口感很好，会粘牙。它这个就是会粘牙，小粘牙粘在那个齿缝当中。哦，好好吃哦，这个好好吃哦，而且这很香。搭配一点那个，因为蒜，我本来会有点担心乌鱼子，有些人不喜欢乌鱼子的腥味，可是它没有哎，它这个味道好好，不会有腥味，而且也不是那么的死咸死咸，因为有些乌鱼子很咸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跟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大的因素。真的。